大家好，我是摩格斯。然后呢，今天有新活动了，就是这个 A 级以上的小伙伴出现率提升中，这个熊大扭蛋出现 A 级的以上几率提升，所以呢，去扭蛋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抽到 A 级的小伙伴。然后时间是到9月26的9点59分为止。我们看一下新设什么东西。哦，有新的小伙伴，就是这只黑漆漆的恶魔熊大，是新的，好酷哦！好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有个硬 bonus。我们先收集一下金钱。哇，我有神秘箱子了，看一下。哦，可以到金属板。这个要干嘛啊？啊，惨了，我们要生一个。种玉米好了。我想要去买麦芽。这也没有人卖。啊，惨了，没有人卖，好吧。那我去看一下这个贩卖铺。哦，有人帮我买了。打一下鸡蛋的广告，哇，好多玉米都没有卖出去。新玉熊大农场开下了，我大鼠农场。我们看到有没有新？他有新英雄吗？哦，这里新英雄恶魔熊大，那寻宝时间是1小时44分，然后这是他的技能，恶魔熊大，这只是新的。那这边当然有补丁狗啊，就是之前合作的角色还在里面，好可爱哦。那这只恶魔熊大新的英雄，哦，这边有神秘箱子，斧头欸，有没有用到斧头了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别的东西，我先收一下这个。我先收一下这个，好，所以大家今天知道新活动是什么了吗？我这边领给大家看，哇，马上用到爆欸！然后这是转盘任务啊，现在今天的转盘任务还蛮难的，列车任务一次，这个吗？哇，都好难哦，我都没办法。我先看隔壁卖东西，然后铁巨斧占我的位置哦。鸡饲料。惨了，我攻击太多了。好，他起来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两个。好，我订单完成了。然后再接这个。然后我们再打订单放上去。还有一个。好，收一下猪猪。啊，猪也没饲料了。天啊，猪这边要怎么办啊？是可以卖到180，猪也没饲料了、欸。然后我为什么占那么多鸽子？哦，原来是我斧头太多了、哦。谁要斧头啊？太夸张了！这个斧头这边有26个、欸，不是22个斧头。那可是我有斧头后，我可以干嘛？你就种苹果树而已啊。因为我目前扩充的都扩充完毕了，对不对？要22等才可以砍，欸，这边有，好，刚好砍掉了，好，刚好砍掉，反正斧头很多，好像用的有点太多了，欸，19个，所以一颗斧头要砍几个，一棵树要砍几个，19，
哦，一棵树只要一个斧头哦，那我有超多斧头哎。所以一棵树只要一颗斧头，不着价。哦，那我可以全砍掉了吗？太棒了，剩四根。哇，没了没了，我都大大消耗我的斧头。Yes， 哇，被我砍光了，好酷哦。这边还不能砍，不然我就把他们砍掉。哦，但我的货仓应该不会爆满了吧？我们再继续种一下小麦，然后收一下牛奶，再喂食一下牛奶。小鸡，这边是不是有蛋要收啊？有一颗。好，然后猪猪也要喂一下，可我现在没有猪饲料。我们去看有没有猪饲料吧。有了有了 ,115, 就是跟他买了。买光了啦。我让这边可以随你去布置，你看我多了我多了很快的很多的那个场地，可以让我放置东西了，真的是太棒了！哎，对了，我要这个，我生产错了，收一下我麦芽，很多东西都需要麦芽哎，这个也是哎，这个在生产的，这个好了，我这个苹果派。这个当然生产这个啊，当然要汉堡啊，汉堡要猪肉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要种别的东西。哎，对对，我想要豌豆，我再种这个，好，然后厨师药我刚刚有买吗？啊，没买到，好吧，再看一下，厨师药。如果我们找不到猪饲料，我们可以去别的饲料看看，就看他的农场有什么东西。他真的只有鸡饲料哎，好吧，我们放弃。哦，按错了。这边有什么啊？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熊大活动这个新转蛋，就是这一只嘛，恶魔熊大。那你们抽一次要80，那它的几率会提高了，就 A 级的超稀有的这边几率会提高。那海盗熊大是 S 级的嘛？那当然恶魔熊大这只新的，这只超稀有这只，对。还有什么呢？我这边都喂到没办法喂了。啊，不然我们自己去生产就好了。啊，刚好没有豆子。我两个都豆子，天哪！继续了我。玉米可不可以看一下广告啊？都没有人买耶。这边卖当初扣太多鸽子了。好吧，我们只能看猪在那边发。这边到底是缺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没办法解？马铃薯、豌豆，我都是那个面包哦。还有什么？我都是插那个面包，插那个面包。奇怪，每次我缺这样东西的时候，系统都归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看看农场有什么好了。哎呀，没什么啊。我去牛饲店的店看看好了，这个9个36而已。
怎么那么便宜？直接买了，直接买了。哇，九个二十七疯了吗？是怎样啊？卖那么便宜？他是怎样卖那么便宜？跟你们讲，我把它拿起来卖给别人，卖那么便宜，有事吗？有事吗？我马上给他拿来换，上马拿来卖，没有，我把他的蛋蛋卖出去，拿去卖，给他卖180，谁叫他不懂得珍惜，他不懂得珍惜啊，所以就帮他买起来，买起来卖了，好吧，先玩到这里。然后呢，一样是影片 YouTube， 影片下方可以订阅我 YouTube 的频道，那就可以收看我更多的影片咯。那今天就玩到这里。